台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補選最新的票站調查，顯示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的得票接近，估計他們合共拿到九成多的選票。港大根據票站的調查推算，葉劉淑儀的勝算較高，而陳方安生的勝算就較低。至於其餘六個候選人就推算結果顯示沒有機會，但最終結果仍然要等分析完所有的數據才可以作實。在現在初步的研判呢，就是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兩位的得票差距呢是屬於誤差範圍之內的，所以我們暫時呢是不能夠判定誰是有機會勝出，我們會在收集到所有數據之後呢再作一次研判的。詳細夜間新聞在11:30，到時見。